下灯，心爱的才不通放，我的选择是你，我的选择是你，今生只爱你一人。有弟啊，歹势啦，进前去一件代志。阿嫂啊，我知影进前一件代志哦，你是方便，所以我无怪你。但不过我希望从即马开始哦，咱两个互相小听啊。啊，以后你有啥物代志，我绝对听你个讲。我是无啥物大代志啦，只不过。最近都手头较硬尔啦，哦，啊，这小可代志尔。哎，最近哦，有真侪钱拢伫我手里，咱咧转势啦。哦，所以你若有啥物需要哦，你再跟我讲啦。好，谢谢哦，谢谢谢谢。有点呀，啊，唔对，应该是有点少呀。哦，你即马好甲以前完全无同款了呢，你即马足有架势诶，还阁会晓照顾下骹手人。查甫人吼，都爱穿像遐，唔则对。啊，查某，嘛爱穿像遐，唔则对。哎，啊，你那边到底是安怎受伤的？啊，哎，无啦，拄到一个起笑车查某，就阮迄个丈母啦。迄查某，我无想要讲着伊啊。无要紧啦，加啉一寡烧酒吼，伤着会好啊。人讲酒精会当杀菌啊，来干杯。那是因为你坐到我的边啊，我的伤哦，唔才会好。有弟甲因太太登记以后，都拢无跟我联络啊。敢是伊甲因太太已经和好啊？安尼我要安怎？有弟下来就吐。哎，你的手夹在响呢。啊。啊，我做好接下电话。刚讲有点小牙，搁在外口交一个女朋友啊。他拄仔才讲上介意我，我上了解伊。哼，今麦把咱妹妹哦，甲奶姐都挖过去啊。查甫人拢同款，你莫有白想啦，我哪有可能甲秀清和好啦？我对伊早就无感情啊，尤其伊迄个老母哦，我真正无法度去忍受落去啊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伊叫伊妈妈来甲伊斗三工，你得乖乖做一好翁。那安尼我问你，你即摆是毋伫咧厝内底？而且吼，你某着伫你的身躯边，无你讲我哪会遮尼唔要要？那有啦，我无甲秀清斗阵啦。我现在在酒店跟人敲代志，你若不相信你随时能来看。我若真正跟秀清做伙，我就是辜负你的感情呢。安尼我就对不起你，我嘛对不起客伯，我唔是这种人啊。有的是你讲对不起大爱，也够想。哎，嗯，好了。我这么人就在酒店外口，我想要见你，你敢会出来一撮？因为我不方便入去。哦，好了，我随随，你等我。哎，阿姐，临时有一个代志，我先来走。我操，你对我来。啊，有点小牙，你今嘛就要走？没啦，你搁陪我一日啦。下次佩姐啊！阿嫂，
啊，这位是？我是蔡的丈母啦。听讲伊甲一间酒店的妈妈桑佩姐伫咧高高顶，叫伊出来啊！我这世人哦，互你遮看了真济啦，啊，毋捌看到哦，目睭去搞着喇叭，甲伫咧酒店啊做妈妈桑的狐狸精。阿姆啊，啊，其实讲佩姐伊真正洗了足水的呢。啊，你拢毋知影，尤德兄伫咧这间酒店哦，伊的查某人缘哦是足好的啦。啊，这嘛无怪啦，无怪佩姐哦，要甲尤德兄黏条条啦，因为伊惊去予其他的小姐吼，甲抢去啊。尤德现在敢有伫遮？有咯，伊伫个这包厢啊。再见了啊！即马时间早，我带你四个去行行好无？嗯啊，你的伤势啊，无伤啊，我把你补上一回。车位还开去，车顶是不是有人？对，也不过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小姐，咱今日来看卖。啊！人咧啦！我走起啊啦！有点小呀，走啊看无人啊！想嘛知啦，有一个丈母伫后壁跟条条。倒一个查甫人，侬嘛照那背咧。我讲这位妈妈桑啊，你若是有闲哦，会当邀一挂人客啊，卖管咱厝内底代志啊。啊，若无，趁着拄只同款哦，臭皮贴你。我才想要提醒你咧，你应该学我吼，讲话都要较温柔咧，爱较甜咧。啊，若无吼，大家亲像安尼好爸母赤个个，做倒一个查甫人吼，侬嘛互你行啊走了了。上次那是阮家的代志，无使你这外人来教。对啊，啊，既然你这么会教哦，你就找一个翁来教，莫伫这破坏人的家庭啦。阿公婆若是无问题吼，都唔惊人来破坏啦。秀琴，你别烦恼啦，这几年哦，你伫咧娶教，就算讲无功劳，冇苦劳啦。放心，卡输娶到一只对不起你哦，妈妈听你哦。